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摩阳巴峰特升华寺，哦，升华寺的诸神的宠兽案，心智聚散的关卡。哦，这次没念错了，哦，是升华寺，不会再念全能解放了，因为已经念错太多次了。哦，基本上这种高 combo 的关卡，就是像我之前在做示范的那个安西亚一样，哦，就是。做手动叠珠，哦，因为你不做叠珠，要通关比较难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哦，啊靠，这怎么做在这里啊？顾着在做叠珠，没有看到自己放了什么珠进去。因为你放了这个进来的话，就蛮吃回合。我打算把这两个按的移下来了，应该这样是最好的方法了。靠，这移什么的？天降一个，哼！哦，刚刚没有做得很好啊。哦，由于你卡住了四颗，浪费自己一回合，这个就要小心这个风险。好，再来一次吧。哦，由于回合之后五回合数还蛮吃紧的，回合数还蛮吃紧的。所以每一回合都要小心翼翼的掌握到。哦，这两颗肯定用不到了。需要思考一下，各位要稍微等我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，
哇，刚刚好哎，绿色一二三四，这三颗五六七加上是金珠八，刚刚好而已，所以每个都要消到。好吧，我再看一回合，因为已经弄到蛮紧绷了。刚刚一二三四五，哇，上有点卡住哎。三四五，还有三康果。换个方式，我赌天降一好了，看一下这样子要需要赌，一定要赌的样子。因为这三颗差太远了，好吧，试试看好了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样赌不到哎、欸，往右拉，老哥。
哦，不行。好吧，赌天降一好了。啊，天降二哎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对，赌天降一，好吧，赌一下好了。天降一哦，这是个艰难的关卡。我、哦、已经用叠珠了，可是还是蛮有难度的。哦，这次高仿。哦，我刚刚 CD 都没洗到，所以现在新珠要稍微留一下了。有没有破？没破。我基本上也不太需要转了。不过我现在满血的话，可以转一下。哎，不是满血，还没有满哎。没有满，我们就直接正常转就好了。破，没破。我也不知道我在转什么，就可以轰一下、哦。太多属性珠，还真的还不晓得该怎么打嘞。真的蛮硬的哦。我会一滴一滴血把他打死啊！这是这一关是要这样过的吗？应该不是吧。不死啊！还不死，都已经七康波以上了。这杂猪要赶快消一消，因为杂猪太多对我们会非常不利。
因为我们补的血量并不多啊，这个要稍微注意的是血量补的不多。真的要一滴一滴打吗？应该不是这样玩的吧。我真的不晓得在转什么了。哦，新珠短缺哦，这个要小心哦，越来越危险。两颗就转下去了，现在是两颗，我们就给它转了。死不死啊？哦，终于死了。哦，强化幸福石还是有差。这个魔羊的关卡潜能解放，基本上前面跌住的地方比较有难度啦，后面的部分来讲，看起来是还 OK， 反而第一二关要稍微小心。第二关尤其是八 combo 这个，可能尽量用跌住的方式啊。因为我刚刚叠住了，就叠到七 combo， 天降一 combo， 哦，所以关卡来讲还算是有点难度，哦，以上这个魔羊巴丰特的这个升华式的，我刚刚讲潜能解放吗？应该没有讲错吧？好不记得了，反正就升华式的关卡示范给大家参考，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